大家好，我是小心台阶的信杰。你们看我头发，我当兵回来了，有没有想我？今天我们的教室 Splat。第一步，双脚踩墙。首先呢，我们找一面墙，我们跳出去，双脚一起踩墙。踩墙之后，用脚踝出力，把自己推出来。两只脚一起踩墙，两只脚一起推出来。好，示范一次吧。第二步，刚刚我们做第一步时，都会觉得我们重心很怪怪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试试看，把两只手跟两只脚一起碰到墙，再一起把自己推出来，让自己落地更稳一点。好，我示范一次。第三步，我们加上更大的助跑与距离，让我们尝试在更大的冲击力的情况下，还可以把动作做得很好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提醒一，我们的脚踝一定要出力去抵抗墙，不然可能会滑掉，然后让自己受伤。提醒二，记得我们落地前啊，我们重心要回正，不然有可能你会往后跌倒，然后受伤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那我们来做更多训练吧。Splat 其实是一个预防受伤的动作，在做精准跳之前，我们会先从 Splat、Crunch、后弹，最后再成功的精准跳上去。但 Splat 它也可以是一个单一特技，我们可以把 Splat 这个动作加到我们的路线里面，或是 Flow 里面，让我们的路线更多变化，更多流畅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那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追踪我的 IG， 我们每周二固定上的新的教学影片，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喜欢台阶。好，五十。